好，我是叶启程，欢迎收看今天晚上的业力引爆节目。奥地利有所谓的通俄门事件，不知道各位在国内正在掀起有关蓝绿两党的总统初选话题之际，那国外发生了一件大事，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注意到哦？就是奥地利，在欧洲的奥地利这个国家，他们的副总理传出有所谓的通俄门事件。这什么事件呢？我们透过这个表来跟大家来讲哦，就是这位呢，就是奥地利的前，现在已经下来了，因为这个事件下来，就是前副总理啊，史特拉赫，他因为在西班牙的别墅呢，被拍到哦，谁拍的呢？就是这位女士哈，这位女子呢，她是伪装是俄国富商的侄女哦，那她就伪装这个身份去跟这一位史特拉赫谈说。哎，我们俄国呢，要买下你们奥地利最大的报纸哦，叫《皇冠时报》啊。然后我们会挺你的自由党哦。这位史特拉赫呢，他也是自由党的党魁啊。然后要投资奥地利2.5亿欧元，哦，那你只要帮忙标政府的工程，我们就捐给你和贵党政治现金。那这位史特拉赫怎么讲呢？他说。没问题，只要领先，什么都好谈啊，哦。那这个事件，大家有没有给你们什么样的联想呢？好，要谈这个话题之前，我们今天邀请到了打韩专家，这样称呼应该可以了啊，哦。桃园市议员王浩宇，对，我希望我是一个守护台湾的专家。好，为什么我今天会讨论这个话题啊？因为所谓的通俄门，在台湾。也可能正在上演通中门，为什么？其实这个情节跟台湾好像哦，他俄国去买奥地利的媒体，台湾好像也有媒体，好像等于是被对岸收买了，然后去投资这位他们的党魁，也是他们的政要，这位所谓他是极右派的政要哦，那民粹的主义之下所兴起的极右派的领袖史特拉赫。那台湾有没有？台湾也有哎，民粹兴起的某位政要啊，还有所谓电视台被收买啊，哎，这个情节跟台湾很像哎。台湾有没有通中门？所以很容易去联想啊，这个所谓通俄门的事件，浩宇有没有给你什么样的联想？我比较好奇是汪洋为什么没有请民视啦？当然不可能啊，民视怎么可能被他收买呢？对啊，就是有前几天，其实我们看到这个汪洋哦，他对着。台湾的各大媒体讯话，其实你排排看起来，从那个旺中集团一直到联合的报系，一直到其他的媒体，比如说像东森等等的，其实全部都去了嘛，吼，嗯。那这个是很清楚的，就是说哪些媒体跟中国的关系是比较紧密的。那当然，比如说民视他们就不会邀请嘛，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看民视，就是因为民视的内容其实基本上是不受中共的控制的。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啦。那其实最近其实那个王定宇委员有修了一个把那个法律就是敌人的定义清楚吼。那未来时代力量也在提说，哎，是不是如果我们的政治人物或者媒体来帮中共宣传的话，是不是要提高刑责？我觉得这个都是非常重要的啦。那只是现在的状况其实是，我觉得台湾的媒体有时候真的是太轻中了。比如说中国的飞过来就说要保护家园，或者中国的战斗机说好帅哦，我不知道是哪个媒体啦。那个媒体好像也比较挺那个韩国这边这样子。哎、欸，你要讲清楚，不要骂到人家国家。没有，因为我是觉得基本上大家都很清楚啦。那如果今天一个媒体他在台湾，可是他的内容好像是中国的人民日报或者像是新华社的话，那我觉得其实大家要去思考这样的媒体还值不值得看啦。那还好的是，其实这段时间呢，你可以清楚的注意到这个媒体的一个收视率是降低的嘛。前阵子这个媒体的对啊，其实在选举的期间，这个媒体啊，比如说这个韩天一台来说，它几乎天天晚上大概都是有1点多的收视率。好消息是从这个礼拜开始，它屡创新低哦，就去年以来最低的一个。0点多的一个记录，那其实这个代表说，慢慢的大家发现这个媒体很轻中，那他挺某些人可能是有一些政治的意涵在，我觉得这个对台湾人来说是相当重要的，然后又偷骂韩国瑜了，他的这个收视率下滑的确是真的、哦、那你怎么看他为什么会下滑，是因为什么特定事件，还是台湾人民真的觉醒了吗？
其实在从一月开始，你可以看到小英就是针对习近平的发言，他就是很清楚，他是一个捡到枪的一个新领袖，他是一个辣台妹，这样子的一个形式，其实对于他的形象是有提升的。那一开始大家可能还不相信他，觉得他可能是为了政治在操弄。可是韩国瑜自己本身其实也一直不断的露出破绽，比如说真的在质询的时候他不懂哦，那我就爆个小料，其实这个所谓的小学堂是我建议林志宏弄的。我建议林志宏议员说，你可以用小学堂的形式啊，考一下韩国瑜，说，这个局长是谁，副局长是谁啊，或者高雄的一些基本的地理知识。我那时候就说他应该会不知道。可是在这个他去质询他之前，其实对方的这个新闻联络人是有来要资料的。那林志宏议员并没有全部给，可是他是有把大部分的内容是有提供给韩国瑜的团队做参考。可是。提供给他做参考之后，韩国瑜还没有办法答出来。我个人是觉得其实蛮不认真的，就是说我已经泄题给你了，让你先准备题目，这些题目你要怎么回应？可是韩国瑜他的问题就是他不认真之外，其实他的态度也不好，就是他对议员质询的态度也蛮差的。所以后来我才要去示范说，一个正常的市长，比如说像郑文灿这样子，他会怎么反应？对，所以后来你也同样一个小学堂，然后问郑文灿。郑文灿当然，郑文灿他最出名的就是他的记性，他的每个里长他都知道。对，我咨询郑文灿之前啊，我有问他，我前一个晚上我就说明天我要小学堂，你需不需要泄题这样子？那市长说你觉得我需要吗？后来我就没有寄给他，他完全不需要。而且结束之后呢，他的随行秘书跑过来跟我说。啊、你怎么考这么简单的？对，他们是完全有自信。那其实重点不是这个小学堂，重点是一个市长面对市政的态度，不管是复杂的问题还是最基本的简单的问题，其实都应该要面面俱到。就像郑文灿，其实你去问他任何一个里长，他绝对可以告诉你这个里长的里长什么样子，这个里长他过去从事什么职业，甚至是他可以了解这个里上的需求是什么。比如说你提到某个里，他就说哦，他们想要在后面做排水沟，或这个里可能缺一个公园，他全部桃园的好几百个里，他完全都知道每一个细节。我觉得这是一个市长，当然不可以要求每一个市长都这样啦，不过韩国瑜如果多花点时间，我想以他的聪明才智应该做得到。是啊，那当然政治人物，尤其韩国瑜这样串起哦，在去年才短短两个月这样就起来了。那当然政治人物有些他讲的话，你可能。哦、你听起来觉得、哦、他好像是真的一样，但是是真的吗？有可能只是他一个糖衣包裹着，但他那个糖衣里面是没有料的，有没有可能呢？极有可能啊！我们来看看，刚既然已经提到了，我们先岔开话题来提到一下，就是、最近的这个他们的网路谈论人数、哦、等于是算是声量的一种啦。哦、这个是。啊，专业仪表板里面、哦、他们所算出来的、哦、那我这样看看，你看蔡英文他现在的这个网络谈论人数啊、哦，从五月左右，五月中旬的时候，哎，爆高了，哦，这是绿色的哦。那柯文哲呢在哪里？柯文哲他等于是往下的哦，然后再来蓝色的是韩国瑜是排，现在排第二了，但是这个声量等于是。平的，然后就稍微又往有点，就是没有什么增长的、哦、那郭台铭呢排在下面、哦、是有点往下滑，不过很奇怪，为什么赖清德是在最下面的？我看一下，基本上其实赖清德他一直以来他打的战、哦、其实就是比较不符合年轻人的需要，所以他的网络声量一向都是低的。他唯一在这几年有超过蔡英文网络声量，就是他刚接任行政院长的那一个礼拜，他有稍微超过。那对于其他政治人物来说呢，其实小英他一个人现在是一枝独秀的状态，大概是从五月十七号开始，他的整个谈论的人数就不断的上升。为什么会五月十七号？五月十七就是同婚通过的隔天，的那一天。其实同婚通过是下午之后，其实隔天他就晚上就发文了，然后隔天整个数量就。飙涨上去，可是最近的这个民调感觉没有爬那么高啊。对，是有往上缓缓的往上、就是。其实一月的时候，小英的网络声量就已经蛮高的。那我们一直很好奇说，其实我也很好奇，因为我们研究网络声量，我大概研究了四五年的时间啦、啊。那我大概都会看到说，所谓网络声量，其实它作为一个领先指标，大概一两个月之后，其实就可以展现在民调上面，最晚要这样。可是我们一直没有看到小英有很显著的提升哦。那后来我自己的归纳是因为，其实它的族群是比较限定的，这个族群。
群必须要打手机的民调，他才能接触到。所以这也难怪小英的阵营其实从头到尾他们都期待能够有手机的民调。那小英在手机民调上面另外一个优势就是，其实他对于柯文哲会比较有免疫力。我们另外也做民调的过程中发现，可是柯文哲之前曾经讲过，他的支持度，或者他支持的那些支持者跟蔡英文是有重叠的，他们两个重叠性是高的。可是你要想一下，为什么今天小英的团队会期待能够有三个对比式，所谓的对比式民调要纳入柯文哲，为什么要这样子？因为如果是赖清德去参选的话，里面的所谓的对比式民调，赖清德完全没有办法拿到年轻的选票，所以这个选票全部都会到柯文哲那。小英虽然没有办法全部拿到年轻的选票，可是拿的比较多一点，所以相较之下，如果用对比式的民调，再用手机民调，再加上柯文哲的话，其实蔡英文获胜的几率会比较高啦。所以这个也是为什么每次谈判的中间，小英的团队其实很坚持，第一个要手机民调要占五成或者全部，第二个是一定要纳入柯文哲，第三个是一定要用对比所谓的对比式民调，这个是小英的优势啦。不过我们绿党的民调，我们可能再过两天会公布。我们也发现，其实社会的氛围上跟过去比较不一样，就是说一开始大家都认为小英不会赢，可是最近其实大家慢慢的认为说蔡英文是有赢的机会，包含了前两天联合报的民调也很明显嘛，那个长期以来都是对绿营不友善的媒体，它出来的结果，小英的满意度也在上升啦。所以基层上，我认为小英的支持度是有在上升的。不过他要很注意的是，四五十岁以上的这些选票，这些民进党的支持者要怎么换回，才不会造成分裂？当然，蔡英文声量上升也是因为初选有一个敌手在那边，给他有激励作用。要不然以前他不可能这样早到晚都那么多行程啊，他平常不会排到那么多啊。我其实我个人是没有很支持赖清德，就是我觉得，因为为什么我会往这个方向选，就是我觉得他网络的操作其实是蛮差的，因为我其实知道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去年其实为什么民进党会输得这么惨，就是因为中共的网军非常的强。那如果到时候是赖清德选举，他还是用这种网络操作的态度或网络行销的态度来面对这场选战的话，那他绝对会被打得很惨。所以我是觉得，其实现在哪一个人他能够在网络上取得优势，就能够获得我的支持啊。不过我觉得还蛮感谢赖清德愿意就是这一次跑出来参选，因为其实如果他没有他的参选，我不相信蔡英文会进化的这么快。所以蔡英文要感谢赖清德啊，是，就是他从所谓的就是比较弱的一个角色，比较平淡的角色，到现在变成一个比较有风格、比较强硬的角色，面对两岸关系，我觉得是赖清德在刺激他成长。所以我觉得这就是所谓的良性竞争啦。那如果到最后变成了互相攻击或分裂，我想这个绝对不是绿营的支持者想要看到的。不过以往民进党都是透过党内初选，尽管打得火热，尽管打到已经刀刀见骨了，但是最后他们还是会趋于团结啊，毕竟有打过那一场初选战。但这一次很显然，就是因为蔡英文他有执政的优势，他就是不想要打这个初选的选战。你觉得这个不会去伤害到民进党支持者吗？他们会觉得说，不管你谁出来都可以，那你们至少公开透明吗？其实我们作为小党，我其实一直以来我都觉得民进党的支持者其实是非常团结的，就算他们再不爽、再多的分歧，到最后他还是会一起支持民进党。我觉得这民进党支持者的优点，他国民党支持者比较不团结，不爽就不投了，可能还有本土国民党、外省国民党的在竞争。可是民进党他们都是一向都是团结的。可是这一次我看到的危机其实是很严重的一个年龄断裂了，就说45岁以下的民进党支持者，你可以去问，大部分都是支持蔡英文的，而他们都支持同婚，他们都支持比较进步的这些价值。可是呢，如果45岁以上的这些民进党支持者，他大概都是支持赖清德的，然后他们大概会比较支持反对同婚，或者比较一些保守传统的一些价值跟他们相信的东西。所以这两个族群其实是极度的分裂的。那我自己常常就是有时候要去跟这些桃园市政府的机要年轻的民进党员互动，我有时候又要到基层去拜访这些老民进党的场合，可能要泡茶，我就会同时被两个很矛盾的两群人就是夹在中间。我其实有时候也会觉得压力蛮大，就是说我遇到老的人的时候，同婚他们骂成一团，说绝对不投小英，可是年轻的又因为这个而投小英。那对我来说，我其实有时候我就只能选择我自己的价值，那我也是年轻人，所以我会跟年轻站在一起。是，
好，今天你看我们从通俄门讲到这里，还是要拉回来哦。所谓通俄门，我一定要特别去提醒各位，就是俄国其实是对岸中国所效法学习的对象哦，不止他们的之前，当然从共产党共产制度啊，是从俄国列宁史达林先的，然后才传输到这个中国大陆的。但是现在我们看到，俄国这边他对于欧洲的种种做法，其实都是中国对台湾的做法，都是一样，一模模一样样哦。为什么这么讲呢？你看俄国收买欧洲的国家手法呢，其实有拉拢极右派，我刚刚也提到了奥地利的副总理，他就是极右派的哦。那贿赂哦，色诱哦，还有社群发布假新闻哦，这个其实你可以看看，就是俄国对乌克兰的手法也是一样。乌克兰也选出一个什么喜剧的总统，喜剧演员的总统哦。那现在奥地利，所以俄国对于欧洲的很多极右派的一些政党还有领袖，是极尽拉拢之能事哦。那现在也因为奥地利这个事件之后，现在所有一些极右派的，包括意大利、法国，这些也是极右派的，跟俄国都非常好的。那现在开始他们要止血了，那这个能不给台湾有所启发吗？台湾正在上演什么？是不是通中门的事件？这是现在进行式啊！各位不要说看到政治很厌恶哦，觉得想要来一个新鲜的面孔，在民粹主义发酵推波之下，就觉得哦，我们一定要支持那一个人，就觉得哦，好高兴。但问题，你有没有看到事情的本质？哦，所以从俄国来看看台湾的这个例子，这是非常值得我们警惕的。为什么我一直讲台湾有通中门？因为中国在收买台湾的政要啊，有多少台湾的政要是去那边朝贡的？去那边磕头的，连军人、退役军人也不例外啊，都去那边听训呢。然后还讲中国、台湾的军人跟中国军人是一家亲什么的，都是国军，跟就是中国军之类的哦。这种不伦不类的话，其实这个都是瓦解我们自己认同的一种很可怕的事情啊。所以你看，台湾所谓通中门，你看跟类似奥地利通俄门的这个情况哦，你看。奥地利被收买了，结果他们必须现在解散国会，因为他们内阁制是小的政党联合在一起的，然后变成执政的这个联盟。那现在重新改选，那明天俄国，明天不是俄国，明天是欧洲的议会也要改选，欧洲议会改选其实跟欧洲各国很有关联。那俄国现在正在收买欧洲各国，他当然是从俄国的，从各国的这个包括政坛啊，他们的政府，还有他们的议会去下手，欧洲议会就是其中一个点嘛。那台湾人，你看看，我们如果不小心，或者是一时的高兴选到一个中国要的人选上总统的话，那台湾的主权地位还有没有？没有。其实现在的政治，我觉得最近的政治就变得很民粹了，因为其实网络时代嘛，我比如说我举个例子，我很认真的去质询四十分钟，点阅率可能500，可是我可能小学堂一下就40万。为什么？為什麼，因为现在的民众他没有那个心思去关心政治，而且不想多去理解，看好笑的东西、好玩的东西嘛，只要看简单的事情就好了。对，看柯文哲抓抓头，就像新闻台也是。其实我相信启仁哥是一个新闻工作者，你们遇到很大的压力，你很认真的去探讨一个议题，你很认真的，像我们今天讨论这个比较艰深的议题，流量可能就比较少。如果我们讨论的是韩国瑜，不会啊，有你流量就高了。没有，如果我们讨论的是韩国瑜发大财的话，可能就会多3倍的人看。但我不可能上节目这边讲说发大财，发大财。对，但是这个就是。现在政论节目的问题，就是说其实我们看到的是，其实有很多的政论节目，他很认真的准备内容，甚至他是很深入的讨论，可是有时候比较情绪的讨论反而会比较容易带来比较多的收视啦。这个其实是会让新闻台或者媒体去选择的时候，可能慢慢的就会变得比较民粹啊，比较没有办法专业的去阐述这些事实啦。那我觉得今天听看到这个状况，俄国我其实蛮难过，就是说其实我自己在美国住了6年，美国的民主党、共和党，他们再怎么吵，吵完之后，他们全部都会为美国好。可是，在台湾，我非常难过，就是我们吵来吵去，其实我们最后看到的是国民党、民进党，一个是为了台湾好，一个常常都是为了中国的利益好。那我是觉得这个是让我比较难过的。所以，其实
我觉得国家的认同是第一个嘛。其实不管你是认同中华民国，或者你是认同台湾，你支持台湾独立还是华独，中华民国维持独立自主，其实我们都生活在这一块土地上嘛。那就像这些欧洲的一些政客，他去跟俄国去合作一样，其实我们也看到台湾有很多的政客，一团一团的到中国去参访啊。比如说我们桃园的里长，我们桃园的议员，常常就是基本上就是整团到中国，然后他就落地招待嘛。是，怎么落地招待？就是你只要你买机票。没关系，你买的机票你就拿着收据，我到现场我给你成变成零用钱，然后我招待你吃，我招待你住，你只要回去之后说中国好棒棒，告诉大家说中国好有钱，台湾好穷就好。是，那这个其实就是中国对台湾的手法，可能跟俄国的手法不同，可是为什么有这么多的政治人物是愿意去帮他们做这样的宣传的？那难道台湾的民主不好吗？难道我们今天的新闻自由不好吗？如果在中国，我们可能批评政府，等一下公安就把我们两个带走了。可是在这边，确实我们是可以畅所欲言的啊。就像我们今天想骂小英，也不会怎样啊。这个就是民主。所以我觉得，其实台湾是一个很珍贵的一个民主社会啦。那我觉得，如果蓝绿两党没有办法共同的守护台湾的价值的话，那大家在选举的时候，其实我觉得就必须要做出正确的选择。那个选择，不管你是支持时代力量、绿党、什么民进党，你还是要选择一个能够守护台湾主权的价值。但问题是，政坛充斥很多失意政客，就是没有政权了。那既然你赢我，我就要让你死，我就跟你的敌人去结合，然后完全就是忘了自己是哪里的人哦。这种政坛的人士很多啊，你自己也在政坛。其实我们讲，比如说韩国瑜这个事情，你以为韩国瑜他真的是百分之百就是靠他自己很会讲话吗？如果没有一个媒体去造神他，他能够有今天的这个的形象吗？就有一个媒体，他可以从早到晚。我曾经去吃，有一次去吃小吃店，那个时候刚选完一个月，我整个小时都是某一个人啊。那为什么这个媒体愿意这样子？我不相信背后没有中国的因素。那之前也有媒体爆料说，旺中集团在中国是接受很多的补贴的。那这个其实就会影响到他们的政治立场。当然，或许可能不见得是直接的补贴，或许是间接的方式。可是大家要分得很清楚，就是哪一个媒体是真的爱台湾的啦。那我觉得有些媒体可以好好的扮演台湾的眼睛，那有些媒体可能就扮演中国的眼睛或中共的眼睛这样子。好，我们刚提到对岸的手法哦，其实它里面的手法太多了。这个我们之前也曾经有类似的资料也提供过，像这个王立第二战研所他们所列出的资料，就是中国控制台湾的选举产业链哦，包含国企啦、学术类的啦、文化界的啦，都有啊。他就是用钱来收买你，然后买那些触统的团体，然后在台湾制造一些冲突，分化台湾，制造对立。台湾越乱，谁最高兴？不用讲了，就是对岸啊。那亲中的台商、亲中的媒体越来越多。上次去北京参加那个媒体高峰会的，你看就有五六十个，这些亲中媒体的人士太多了哦。那还有网络的社群啊，哦，网军啊，对岸的网军，冒用假的名字，然后用翻墙，然后到蒋万安那边留言说要杀他的儿子哦，这个就是对岸网军的作为，这已经经过警政署那边的证实，而且是揪出来的，这不是假的啊。还有政论节目。不用讲了，他有这边的代言人，代言的这个电视台是被心向中国的，他用这边电视节目来带风向啊。所以像这样的情况之下，其实在年底的选举，明年的总统大选，蔡英文不管你民进党谁出来啦，还是要面临这样。对岸，我一直认为就是说，不管是蔡英文出来还是赖清德，我自己的 priority， 我的优先顺序就是谁可以去抵抗网军的能力，谁有这个抵抗网军能力，谁有网络声量可以拉起来，让对方的网络声量不要那么强，会制造谣言的能力。那这个部分也是后来为什么我决定很支持蔡英文最主要的原因，这个我必须说了，就是因为他比较能够去抵抗这个网络。你为什么会对蔡英文这么好？也有人很多人这样讲嘛，可是我是觉得他真的就是我身边的年轻人都是这样，如果你去问你身边的年轻人，大概也会有这种结论。然后，那中国对我们的影响，刚刚你讲到的这个所谓选举产业链，其实非常非常的清楚。因为我自己就跟黄光芹一样，我也去告了那个恐吓我的人。可是他回应我，告诉我说，这个上面挂着高雄的人，其实是广东那边的人。所以那位陈慧文
这个人也到你那边留言吗？不是那个，但是我有被另外一个恐吓、哦，但是也是挂着高雄，其实是山东。那其实这段时间其实有非常非常多，特别是去年选前，其实 FB 下广告的朋友就告诉我说，在高雄的账号突然间暴增了十几万个呢，甚至是已经超过高雄的人口了。那为什么会这么多的一个高雄的账号，就是所谓的假韩粉、嗯？那这些假韩粉其实已经持续在进化哦、嗯。以前他们在韩国瑜底下的时候，你可以用简体字来区别。是，那最近他们已经从韩国瑜底下消失，出现在郭台铭底下了。同样的账户哦，在上个月全部都还是使用简体，最近出现在郭台铭底下是用繁体字，因为他知道说他用简体就立刻被看出是网军，所以我觉得中共的网军是持续的在进化，而且他们的用词上面，我觉得对台湾的风俗民情是有研究，了解，我觉得有人在指导他们的使用，就我看发现他们越来越看不出是网军了。那我们为什么能够知道？是因为我把他的发言记录跟两三个月之前他的发言记录去比对，我们发现说这一群人已经开始支持郭台铭了。这个是这两天最新的状况了，所以其实中国会不会影响台湾的选举？当然会，或许韩国瑜不觉得，郭台铭不觉得，但他们就是在上面帮你讲话，在上面帮你冲声量，让你能够有比较高的网络声量。所以你从明这个是最新的，你可能过两三天之后，你就发现郭台铭的网络声量开始两成三成的在成长。那这个就是所谓中国网军的因素。那或许不是郭台铭自己想要的，但是这个就是必须会出现的因素。那现在韩有点声势下滑，郭已经上来了、哦、你会不会觉得很孤单呢？韩的声量下来，韩粉就不理你怎么办？没有，其实韩粉其实数量真的不多啦，就是一开始的时候有非常非常多会打电话来骂的，可是我觉得到现在啊，其实地方上已经醒了啦。嗯，对，像我自己在眷村的服务处，你说地方是桃园的地方，我觉得有比较是各地醒来。比如说我自己的服务处，我这次选后，因为我很想要经营眷村的选票，所以我就特别的在中立的一个眷村成立了一个服务处。成立之后，我就不敢再去了。为什么？因为我怕被那边的叔叔阿姨骂，所以我就直接那个服务处就交给助理，一次都没有去。那因为旁边有一家很好吃的那个米干店，我们桃园一个美食叫米干，所以我那天就忍不住去吃了。是，就发现哎、欸，店里都没有再放那个谈天台了。那墙上的海报也都撕掉了。没有对你不友善吗？上次去的时候，就成立的那几天，真的是我一直被瞪。可是后来我跟他们聊天，他们也觉得，哎、欸，国民党好像需要更好的一个总统候选人啦。那现在在眷村最热门的话题不再是韩国瑜、韩国瑜、韩国瑜，而是韩国瑜当高雄市长，那我们要找郭台铭还是找朱立伦来当我们的总统？这个是他们现在比较热门的话题、嗯。那其实当然也有永朱派，也有永郭派、嗯。那我是认为所谓的韩粉的族群减少蛮多的。那、如果是郭上来的话，有可能是郭代表选的话。那你的目标会锁定郭台铭？我是觉得其实郭台铭对国民党来说不是一个比较好的人选、啊、因为昨天其实郭台铭有来桃园、媒体可能后来取消啊，有一场去夜市、他是晚上去夜市被抗议取消，可是他早上来的时候啊，其实现场我有请一个助理便衣的到现场去观察、那第一个观察就是呢，真正来参加的粉丝极少，没有什么粉丝，他没有什么粉丝。第二个就是来的人很多都是想要来卖东西的哦，对，几乎有十个、有九个手上拿着 proposal 说：“财神爷啊，你来投资我的公司。是”是。那在地的里长、议员虽然有来，可是讨论的话题都是里长要不要加薪啊，其实都围绕着钱啊，对啊，所以我觉得他其实魅力还是没有韩国瑜高。对、那重点就是说，韩国瑜他现在变弱了，他流失了30-40%的选票，10%、20%的选票，从过去的50%变成40%，变成30%。那这些流失的选票，郭台铭能不能100%的吸纳，恐怕是不能的，所以这个才是民进党的空间，或者大家说会是柯文哲的空间，让柯文哲有机会稍微回升一些。对，可是很多人就想有钱就好了，有钱能使鬼推磨，郭台铭的钱难道不会影响台湾人心吗？当然是可以的，包含了昨天他来我们的一个啤酒屋路口，就是我们的一个地方的餐厅，霸气，马上全部都买下。他来了之后，哇，我没有看过一个人可以花好几万挂一个看板，然后就只为了一场活动，就很明显的看到他是土豪嘛。虽然他喝的是便宜10块钱的矿泉水，虽然他舔的是盘子，但是他所有的形象都是100%的，看得出来他就是一个土豪，他就是一个有钱人了。那我是觉得，其实如果是郭台铭的团队，不用特别去隐藏这个嘛。你就是台湾首富，你舔盘子舔100次，人家也把你当台湾首富啊。你就真正的告诉大家说，我是首富，你们跟我
你们投我，那我也会让你们成为更有钱的人。我觉得这样就可以说服你去装穷有什么用，对不对？因为谁会相信你喝十块钱的水就是平民呢？你回家之后还不是喝进口气泡水？好，郭粉注意了，今天王浩宇把矛头指向郭台铭。好，我们今天非常谢谢，因为时间也到了，非常谢谢浩宇来参加我们这节目。下礼拜同时间我们再会了，拜拜。拜拜。